所以这个声音那边听得到吗？三块地方都把你声音给推出来。第一次来广播站吧？别紧张啊。好，现在广播找人，广播找人，名字叫小朋友。我错了。你到小陈老师这里来。搞笑了，好具体啊！我喊。谢谢。然后呢，很辛苦，发挥了，可能会有点苛刻这一波，那个是苛刻的。我错了。